我体检啊，抽血，做那个彩超啥的，挺好的。那个老四他们走了吗？走了。老爸，安息吧。我还是觉得我到这儿来呢，无论是大夫还是亲戚，真对我真是很关心很好，特别是对我的身体，真是很好。说在我从我内心来讲，我挺感激。对，这块稍有一点，这比以前好多了。吃饭还能吃进去吗？对。大便还行吗？那么您这个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自己得过带这个表面抗原啊？这个肝病史？对，20多年前。20多年前，您是5年生是吧？我刚看了病史介绍，5年，那就是你在30多岁时就发现。对。